就是你了，第一通缉犯，逃之夭夭。谁？他叫什么名字？沈西。萧何。为什么不再打比赛？因为我已经没有队友了。你现在有了。好，那我就用实力告诉你，女选手也一样很强。你有想赢的人吗？有啊。给你准备的礼物，送你的。这个礼物我很喜欢。沈清，我发现了一件事，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，我都想第一个分享给你听。我也是。